在经过八个月的考验，能挺进二十强的选手都拥有一定的风格与特色。今天他们将完全颠覆以往表演，迎接本周主题考验，自我突破挑战赛。今天又换了各种古今中外的造型来到这里了。今天他们要挑战自己，没错，要突破自己。为了目标100万，是难度越来越高，希望大家给他们加油鼓励。那今天呢，更难做的还是评审，没错，因为现在已经是20强了，对不对？今天在我们的评审当中，我们还特别请到香港来的何韵诗。谢谢，老师们待会送给你们。多谢。好了，今天呢，这几位评审都到位了，我们也祝福何韵诗跟清风合作的专辑大卖啊！谢谢。今天的总决赛马上就开始了。百万大明星比赛规则：20强两两捉对厮杀，在完成精彩演出后，由评审投票，票数较多者直接晋级，落败者进入暂时淘汰区。最终在评审讨论后确定淘汰4组。在自我突破的 PK 赛当中，两组呢只能有一组直接晋级，另外一组要先去暂时淘汰区。接下来这两组的过去呢印象都很深刻，比如说 Good Boy 古筝男孩今天要扮女装，还有非常粗犷的大熊领军的八加六乐团今天也要扮女装，一起来欢迎他们的突破表演。首先欢迎八加六。哎姐，今天的评审好帅哟！啊，真的吗？真的，我好害羞，哇，我好帅啊，你们两个哎！赶快进去啦，进去！我就不带啦。别啦，进来！你都爱爱，好大力丢。真正我就无对，买到我的爱，好带你就来，卖藏在心内，我通无人知，思念这澎湃，心一层温暖，一世我拢知，好带你就来。突破赛，我扮演女装。我们弹了2把琴，而我们选了日本风格的曲子。我们一定要过关，加油加油加油！Thank you.
但是还是结合他们最拿手的古筝，可是扮了女装真的很辛苦。这边也看到草莓发福啊，真是，哇，你也变了，牺牲小我。全台湾观众现在都在问，这么大的 legging 要去哪里买？好，两组我感觉都很有突破，评审不知觉得如何？五位老师要选我右手边 A 组半山六阿米特的歌曲，还是左手边 Good Boy 的弹奏？请选择。对，而且他就是他的脸带有一种认命的感觉，对，就是完全接受了这个身份。那没有，但我觉得就是八加六，对，八加六他们其实也很棒啦，因为他们那个 rock， 我觉得就是真的最重要是要放得开，是，然后他们就是很投入进那个角色里面，也非常非常棒。我想草莓大福跟上这个啊。草莓发福这个黄董啊，他的那个艺伎的哀怨啊，他都写在脸上，对，你懂吗？就前面的音乐配上他哀怨的脸，再加上那个啊那个闪的那个闪动，我们突然觉得了解艺伎人生的痛苦。为什么三个男孩里面派出黄董来扮演这个吃重的角色？你们怎么选的？为什么是你？老师说我的脸型最像艺伎，这应该高兴还是有一点心酸？艺伎如果都讲这样，生意应该不太好。你就相信了吗？老师这样说你就相信了吗？不同意。他自己不太相信，但是刚刚何韵诗讲，他认命。认命，真的真的。对，但是对八加六有点可惜，但是他们的表演今天其实真的是很热情。第一次大雄有多邋遢，到今天他可以扮女装，这是人生也是改变很多。他的眼神差一点要电到我了，还好我忍得住。对，幸好你忍得住。他快电到你，你口味这么重，一
个有络腮胡的男人。他一直看我，他一直看我。你吃很咸呢，你啊，有意思，我太错看你了。好，我们欢送一下大突破的八三六乐团，谢谢。我们也恭喜直接晋级的就是古筝男孩昆莫，哎，恭喜。容易，他们二位呢真是人见人爱，花见花开，但是今天必须有点突破。过去的艾伦表演都是性感风格，今天他首先要带来精彩的表演，而且是民族舞蹈。欢迎艾伦的演出，加油。
这两个小朋友真的是天才儿童，4岁的艾伦练的新歌，刚刚还都对嘴哦，太妃糖新版夜来香，从头对到尾加了彩带舞哦。龙毅呢，来让大家再看一下他的倒反字，写的时候你不知道他写什么，反过来一看，原来就是听妈妈的话的听话两个字，有没有看到啊？刚刚写的时候他是反过来倒着写，横着写的哈。两个人都很有才华，也都非常努力。五位老师，请选择右手边艾伦的表演，还是左手边龙毅的表演？谁能够直接晋级？老师们，无法隐藏道具，挑战表演最后底线，魔术师最严苛的试炼，魔术秀，百万大明星首席魔术师李冠智能够在上空的情况下完成魔术演出吗？五位老师，请选择右手边艾伦的表演，还是左手边龙毅的表演？谁能够直接晋级？老师们。人家没有哭，人家好得很。他想要哭了啦，你干嘛把他逼哭啊？人家好好的。龙毅说，人家已经有点想要哭了，对不对？龙毅，我是所以选他，是因为他每次表演都让我觉得他下一秒钟不知道会做什么事情，他永远给我们一种惊喜，那个东西很来劲。那艾伦今天在后半部的时候，那个音乐到达高潮，他反而有一种反高潮的表演，我很佩服，觉得小大人那个味道好浓啊！而且他对嘴对得真好，啊，好特别，小孩子怎么对嘴会对得这么好？对呀，啊，这就是用心啊，对不对？不像龙毅的 rap 都快半拍，但是那有他自己的 key， 对不对？他龙毅的 style， 对，龙毅唱的听妈妈的话还真是，哎，但是咬字还算蛮标准的啦，啊，比杰伦可能。龙毅一直透过你去看艾伦，对对，好，那我们就先欢送一下艾伦好了，哈，各位，他才4岁耶，他4岁已经突破做这么多的表演了，哈，谢谢艾伦。恭喜这个阶段，两两 PK， 直接晋级的是龙毅。节目当中啊，有很多性别非常特别的组合，比如说李宇秀跟潘又祥，哇，今天他们要对调，女的过去非常的 sexy， 今天她要变得比较 man 一点。还有西小瓜总是穿着高跟鞋来，但今天她要恢复男儿身，来好好看一下他们如何变男变女变。欢迎西小瓜的舞王秀。This is a journey into
这是他这两三年来第一次穿这么矮跟的鞋子。对呀，就是他如果扇子不出来的话，我就几乎忘了，都以为是新的参赛者，而且今天看了才知道，哇，是小瓜，是单眼皮哦。哎呀，这不是重点呐，他很用心哎。你看他的染色的头发啊，就跟罗志祥现在此刻的颜色是一样的，这有作用功课的，还带了新的伙伴来哈。赶快回想一下刚刚的表演，一枝独秀，左手边两位年轻啊，忽男忽女的变化，可男可女的组合 HG， 五位老师只有一组可以直接晋级，是西小瓜 A 组还是 B 组 ？HG， 请选择。非常喜欢 HG 啦，因为我刚刚就是完全都被吸引住。但我觉得就是小瓜他，我能想象，因为我看到他的照片嘛，我能想象他本来就是很那种妩媚的那种。但他真的刚刚跳的时候，我觉得他有那种男生的那种气概这样子，那所以就选了他。又想在前跳前半段的时候，我反而想蛮看好的，因为以前跟雨秀一块跳的时候，我总是看雨秀。那我觉得又想今天在主打的时候竟然把舞台撑住了，我心想哎呦，那就变成雨秀当配的，那我觉得那 前半段也相当好看。西小瓜这边输在设计上，我觉得整个设计师那个动作还该要发没发出来，几乎暖身暖了一半戏就快结束了，我觉得设计上西小瓜你一定还是要穿高跟鞋就对了。好，我们在此暂时先欢送一下，也许待会小瓜还是有机会被救回来。来，谢谢小瓜的突破，谢谢。也恭喜在这个阶段 PK 直接晋级的是 HG， 16岁的两位厉害。装进 ATC， 用精湛武技与团队散发的过人霸气，一路杀到总决赛。我觉得他们真的是有职业的水准。装进爆小子，
团队绝佳默契，加上独特迷人魅力，深获评审团喜爱。他们跳出了味道，而且是的。哎，我你会想跟着动？我会想跟着跳哎。今天同校两大街舞团体，广告后即将正面对决。我们一定会杀爆你！多少人看不下去，我敢讲。25岁的魔术师李冠志，从小就展现对魔术的热爱，每天勤练魔术10个小时，只为了将每个技巧都练到纯熟。全心投入魔术的冠志，在年仅16岁时夺下全国舞台魔术大赛冠军，更受邀参加日本电视节目演出。今天拥有上百场魔术演出经验的冠志，即将做出前所未闻、连业界魔术师都不敢尝试的惊人突破。针对这一次的表演，我该怎么讲呢？我做了很大很大的牺牲啊！我的表演或许不懂魔术的朋友会觉得精彩好看，可是这一次懂魔术的朋友看到会觉得不可思议。接下来这两位奇男一出场，少女们都要尖叫，尤其今天你要 double 的尖叫，比如说黄耀宗，他要把他人生最会的两项才艺结合在一起，而魔术师李冠志，他要裸上半身，让你知道他真的没有藏道具，魔术就能无中生有。欢迎李冠志。
这次我的突破其实就是扯铃，身上的扯铃。我为什么想要用扯铃呢？是因为扯铃是我以前小时候最大的兴趣，所以拿用 popping 来 solo 那个扯铃的是我的人大回忆，所以在百万大比赛时我会继续加油。机会迈向100万，你看会 popping 的，还要会传统的扯铃，中西合璧；会魔术的，还要会练六块肌。你看看，他真的有，你本来就有六块肌吗？刚刚化妆师有补强。少来，平常就有偷练呐、啊，真的有打阴影呢，哈。没来放出来。五位老师是真难选，两位都大突破，要握右手边 A 组的李冠智，还是选我左手边 B 的黄耀宗，请选择。其实当音乐开始，他在跳舞的时候，他整个人的身体就不像一个人了。对，真的，对不对？他把自己玩的真的是太好看了。对，就是刚一开始那个好像蛇年那个蛇就到了，哦、对不 对？很厉害。耀宗跳舞的时候特别有种奇观，就是好像那个表演者把自己的脸孔扭曲了，配合他要跳的那个动作，几乎是一个卡通的一张脸。那我很喜欢那张脸，因为它很不真实，有点超写实的漫画的感觉。我几乎觉得你的扯铃不在，然后你的表演已经比以前前几次看得更好看，因为那个扭曲感越来越强，你的下巴跟鼻子那一带线条很长，它会变成一个 S 型。人很不真实，那感觉很漂亮。但是它有备而来，
当然他也不抽，也是有备而来。平常在哪家夜店打工啊？就很职业嘛，哦，专业，还一件一件慢慢脱，哎，他还不是一次脱光，哎。人家说人要他脱一件，我就看可丽一下，我怕他脸红一下。可丽姐，她一定在捣药中，你不是捣罐子。的确很吸引我，人家说人要衣装，佛要金装，没想到不穿衣服也这么帅呢。我真的是，而且他的快很准，其实一直都是我非常欣赏的。但是我真的很喜欢耀宗，就是说他在玩弄他的身体，那个实在是太精彩了。恭喜冠志，也欢送一下耀宗暂时淘汰，好，谢谢，谢谢。恭喜今天晋级的是李冠志。刚刚练习一幕就很好，就是都有成功什么，就上台的时候应该是紧张吧？紧张，对，所以是小失望，就是那个勾那，哦，如果那个勾到，我跟你讲，稳了啊！好，那就 OK 了，好不好？下一次不要紧张，好不好？不过再要坚持每一柱气，没关系，先暂时休息一下，休息一下。是梁祝舞团，一个是狂想踢踏，但是今天踢踏舞要用木屐来取代原来的鞋子，还有另外一组土狼拉拉队，本来应该是活力四射，但今天要跳深情版的拉拉队，欢迎土狼的表演，加油！
些狂想吉他。本来是西方的踢踏舞，变成了日本的元素在里面。当然，梅姑咪本来就日本人，然后那个木板是专业的木板，对不对？对，怎么运来呢？那个木板？我们是租货车哦。租货车。梅姑咪的开手牌的货车过来这样子。他开那个卡车过来。是是是。哇塞，你开头了，好了。他很认真，他很爽啊 ，enjoy。这边也很优秀啊，你应该是一路抬着他来的吧？小心一点好不好？看着我们心脏都要跳出来了哦。双方突破性的表演，五位老师胜选。右手边深情版的啦啦队土狼啦啦队，左手边日式风格的踢踏舞狂想踢踏，请选择。钢管舞是急需肌耐力与美感的表演。今天最不可思议的突破演出，失去视觉将如何展现钢管舞的力与美？林信廷挑战不可能。广告后，你从没见过的钢管舞即将登场。右手边深情版的啦啦队土狼啦啦队，左手边日式风格的踢踏舞狂想踢踏，请选择。所以刚刚是2-2，然后金老师关键性的一票。哇塞，金老师，我想听听你为什么？为什么？吵起来，吵起来，为什么？吵起来，吵起来。你非常偏爱啦啦队。我觉得哈，因为我今天两队都是肢体嘛哈，那啦啦队的表演，我们从一开始看到他们其实只是一个比赛，只是翻滚啊，看花样。可是他们不断在进步，然后你今天可以看到阵容，一个120公斤的一个大胖子，连他都融入在整个那个音乐的气氛，连这么胖的胖子他都还有延伸哦，他有情境哦，有感动哦，就你知道他们是有在进步的。然后虽然今天几个技巧是有一点突出，可是我知道我有看到他们很多进步，然后那个整个那个舞台的那个表演的那个张力都有出来，然后反而是踢踏狂想，我觉得今天你们的响点哈有点松散，真的是有点松散。音乐很好，噼里啪啦响得很大声，可是其实脚没到。之前在还没有开录之前，我在那个荧幕上看着他们的练习的时候，我觉得他们在配这个音乐，他们俩效果好极了，因为他们那个神情非常放松，动作也非常的自信，完全不担心。可是他们开始表演的时候有点过度认真，然后让我觉得两个人都在紧绷状态。我自己觉得他们心里都今天很知道，哇，一上台整个气场跑掉了，只好拼命用力，拼命用力。最后结尾最后一秒钟那一爆，我都觉得那是真的爆，因为有点危险。可是相对来看，他们是放松的，他们一两组都同样的非常想突破。他们做的失误比较少，不过两队真的都让我们看到了改变啊！但也许两队都有点小失误，但终究我们还是要先暂时欢送一下土狼啦啦队，好，暂时淘汰，谢谢。也恭喜直接晋级的是狂想踢踏。大家好，我们是千禧之星。我们这次结合什么呢？我们今天特别拜师学艺，学了非常神奇的 magic。我们这次除了结合魔术以外呢，还结合了百老汇秀的风格融入在我们舞蹈之中，请大家拭目以待，加油！接下来这组啊，是两组童星都很优秀，比如说这个小 rock 胡建宇，过去都很 man， 但今天他要动起来，而且要挑爱可爱萌系的歌曲。还有千禧过去的肚皮舞已经很厉害，今天还要加码加魔术加百老汇风格，欢迎千禧之星。Oh, n
admit you love me, and so how am I ever to know? You always tell me, perhaps, perhaps, perhaps. So if you really love me, say yes. But if you don't, be confess, and please don't tell me. Perhaps, perhaps, perhaps. Perhaps, perhaps, perhaps. If you can make your mind. Perhaps, perhaps. 谢谢，哇，魔术肚皮。先给这四位小朋友啊，五位老师，二选一，只有一个直接晋级。右手边 A 组千玺之心，还是左手边剑宇的摇滚版《爱的抱抱》，请选择。术方面，但是说实在，您今天在你们最擅长的这个肚皮舞上面，其实没有太大的好好的发挥。那我觉得今天建宇有点可惜的是，虽然你很想要突破，想要尝试一点可爱的东西，可是看得出来你有点 KK 的，你很不自然。建宇刚开始跟那个小萌在一起跳那个
开始在那个做可爱动作的时候，我就替他尴尬，因为他在里面笑眯眯的。他以前那个小 rocker 的东西跑哪儿去了？后来他把这个麦克风一搬过来，很酷的开始唱歌，唱的歌词反而是那个娃娃音，那个啾啾啾啾啾啾啾的。可是整个眼神就是一个 rocker， 他那个时候又回到 rocker， 可他歌词呢是走的可爱路线，反而他那个时候成立了。而他们这种也面对一个问题，他们以前每次露笑没有这天露这么多。他们在不笑的时候让我们很喜欢他们，后来轻轻一笑我们就觉得哇，那个笑得好灿烂。但今天你笑多的时候那笑会便宜。可是呢他们又努力践行他们那个风格，因为他们穿的这个服装，百老汇的百老汇那个华丽的东西跟他们以前跳肚皮舞的埃及女人不一样，那个神秘感不是他们的主题，反而是一种灿烂，是一种满街撒钞钞票的那种感觉。他们在尝试一种新的风格，然后他们两个加起来的一种甜美还是蛮重要的。我很能理解建宇的心情，就是明明是个 rocker， 但要做一些很可爱的事情。那你知道我就是有时候要演戏，要演一些角色，也跟我的个性不一样。那我觉得因为年纪还轻嘛，那还是会有一些执着。那长大一点的时候，可能你可以在那个里面也找到一些乐趣啊。今天就是看不到，你觉得那个可以去享受那个过程那件事情，所以我觉得双胞胎妹妹两位就是有在里面感觉到他们在享受那件事情。各位朋友，我们要暂时的先欢送一下可爱的建宇了啊、哦！谢谢，还有小萌，谢谢。我们也恭喜直接晋级的是千玺姐妹。曾经风光。曾经落寞，我一直以为你的脑汁很够。今天他立誓要让首批的光荣延续。今天又让我们辟出新生来了。首批王白世伟，养生问秋香，华佗爆秘方，随时养生顾健康。大家好，我是小罗。那这一次我想要突破的点是默剧。那这是自我突破的那个这个主题呢，对我来说非常的困难，因为一方面是抽掉，就是还有空中环高空的东西是没有办法做太多突破，因为有场地的限制跟表演的限制这样。那这次默剧的东西，我选的默剧也是对我来说也是一个突破，因为是我完全没有碰过的东西，然后看似很简单，然后但是却非常的难。那希望今天会成功，加油！接下来这组 PK 呢，真的会让你非常感动，也非常刺激。视障的表演者林信廷，他今天要挑战的是视障钢管舞，而另外罗志琴呢，他高空绸缎今天还要加码，加上默剧的演出，请热烈掌声给他们二位。
嗨，大家好，我是欣平。啊，今天我要表演的东西呢，对我来讲是一件非常突破的事情，因为呢，我要上钢管的。那钢管这个东西，其实我从来没有表演过，直到我去做练习的时候，才发现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哦。因为我要上了钢管之后，很多的旋转啊，让我整个这个。刚第一次那时候我记得练习的时候转下我头都昏了都快吐了，所以这一次我会尽全力，希望大家可以喜欢，谢谢，加油。여기부터라모두모여라 We gon' party like 남을열어라정답은묻지말고그대로받아두려워느낀대로가 Alright 하늘을마주하고두손을다위로저위로또뛰고싶어 Oh 나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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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w Fantastic baby Dance I wanna d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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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nce谢谢二位的表演，自我突破，大家看得很满意。罗志勤，过去你有受过比如说戏剧的训练或者是做类似的表演吗？没有。今天为了突破 对不对结合了拿手的高空绸吊，那欣婷更不用说了，钢管舞我们都很难，但是他是这样，他学会了，然后又秀了六块肌，厉害，深藏不露。五位老师，请选择右手边 A 组小罗的高空绸吊加默剧，左手边 B 组优秀的欣婷钢管舞，请选择。在金老师面前要表演默剧，通常都下场，而且老师还投他。但我个人当然在他默剧上面稍微那个，不免挑剔一点，觉得有可能性，但是这可能性都是我们台后话。但他在台上所做的东西简单明了，然后诉求简单，然后他要人的某一个危险高潮，他要怎么铺陈到达的高潮是有趣的。那至于默剧这个东西，就是好了。第一次，金老师，私底下好好请教老师。老师刚刚讲了一些建议，是很不错的。他跟那个整个噩梦的那个援助关系，靠手那个摸触啊，他应该再使那个可怕看不见的援助感再具象化。他爬上去之后，他可以沿着那个东西再一直往上爬，一直往上爬，爬出那个圆，让我们感觉到那个整个圆是笼罩的这个舞台的。然后下来之后，他梦醒了，发现玻璃墙不见了。他就是在安然入睡，那个差别性再小心一点，会增加很多可看性。我是觉得欣婷啊，其实你真的也很棒，只是说你今天遇到了小罗，真的是因为我觉得虽然你眼睛看不见，可是你每次在台上都非常的亮眼，而且看到你表演，其实都是赞叹的。谢谢欣婷，谢谢。我们也恭喜在这个阶段直接晋级，五票全破罗志奇，谢谢，恭喜。这个是我很难得的经验啊，一个我完全没有接触过的东西。是。那我觉得这个对我人生来讲就是一种不一样的学习。那对，今天这个输给小罗是真的是很开心，因为他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选手。那所以我个人其实也很欣赏他做这种高空特技，所以我个人觉得真的非常恭喜他，他也很实至名归。其实这个欣婷这个感触良多啊，英雄惜英雄，自己表演很精彩了。
手臂王白世伟在上周合作赛遭遇重大挫败后，我一直以为你的脑汁很够。本周力士血耻。好，我这次的表演呢，可以说是绞尽脑汁啊。我特别准备了我的压箱宝，富含创意的表演。好，准备要上演一段王子的复仇，希望大家能够拭目以待。搬出。心有为，蔡宜君的过去都是唱跳美少女，但今天她要挑战疗伤歌手的身份，当然还是会有她的舞蹈。至于屁王白世伟的手臂是经典，但今天她要跟科技结合，一起来欣赏白世伟的表演。大家好，我是白世伟。我也是白世伟。你好，你好。幸会幸会。那除了上次的合作赛以外呢，我一直都是单打独斗过来的，所以呢，我这次特别请到了一位帮手来替我助阵，希望能够带给大家视觉与听觉上的双倍震撼。好，事不宜迟，就让我们开始表演吧。哎，抱歉抱歉，没关系，为大家带来一首《小星星》。刚才小星星呢，不过是小菜一碟，难得请到了帮手，就要带给大家一点更不一样的双手观音音。哎，多了一个音啦，什么双手观音音，我还双手观落音呢。啊，太行太行。那么接下来就让大家一起来欣赏一下我们的表演。是不是
谢五位老师。右手边 A 组白世维手臂的表演，但是有一个帮手在荧幕当中互动厉害。左手边 B 组可爱的妹妹今天带来帮手怡君白菜，请选一个，请选择。老师不一样，哎呦，今天两个人就是不能不能不能啊！不好意思，我先讲啊，白菜她才19岁，这小女生，可是她的肢体是这么的成熟。那我今天看到她跳这个伦巴，其实她常常在跳同手同脚，你知道吗？但是她的肢体的那个，她的那个舞蹈的那个灵魂里面是非常沉稳、非常成熟的。然后我觉得很不容易，她的表演非常非常好。谢谢。我觉得其实这个白世维，他第一次表演 P 的时候，我们就在想他能 P 多久。真的。但是他真的每一次都给我们，在上个礼拜我觉得他应该 P 完了，但今天又让我们 P 出新生来了。对，我觉得在我们的表演当中，其实创意非常的重要，而且他有一种那种。扮猪吃老虎，傻傻装可爱，这样子，对不对？非常令人讨喜的那个表演。那小白他做的事儿，怎么讲？我看中了一个点是，他在做错误的那个表演的时候，就是他手往上举，他的搭档手往旁边举，好几次那个出锤的地方，他的表演轻轻松松就点到了，好含蓄，好快速，眼睛一瞥，那个喜感就已经过去了。我症结就在于，我认为他练习的次数比较多。他很熟练的东西，他倒背如流，所以他今天一眼就演过去了，他不需要做更夸张的事情。相对的，小白菜他好几次他那个麦克风跟自己的关系有点拿不定，因为动作很困难，所以麦克风一下近一下远，一下近一下远。甄姐也是同一个点，练习的次数再多一点，好，就会稳住这个阵脚。好的，谢谢。好，待会也许可能还会被救回来嘛。我们先掌声欢送一下蔡怡君白菜，谢谢。在这个阶段 PK 直接晋级的是最会搞屁的小白白世维，搞屁啊！谢谢。屁王小屁孩。又是只猫警，又是只猫警。这次的主题，我们做了相当大的突破。对，我们是接了。对，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从国小之后就没有再上过体育课了。没错。对，那我们现在感觉就是，其实我们全身都很酸痛。对，如果这次输的话，也是因为酸痛的原因。乳酸堆积啊，我们不想再回来失败区。没错，不想再，不想再看到小香。小香，不想看到你，不想看到。接下来这两组都是天才 ，Street Party 他们的爬壁真的很优秀，对不对？但今天要加上优雅的芭蕾，另外还有口条很厉害、很会耍口技的 Mousy， 今天则要加上花式篮球，怎么组合呢？拭目以待，掌声鼓励。City bitch.
Brook City Beach.前就读北体，表演时总是身穿红色的 CJ， 与台艺大总是穿蓝色的阿成，凭着对于舞蹈的热爱，两人参加了舞蹈团体 Street Party， 由街头表演起家，用捧腹大笑的创意加上高超舞蹈技巧，征服全台湾大小表演场地。为了让更多人感受舞蹈魅力而参赛的两人，今天即将突破自我，将芭蕾与 popping 结合，做出全新表演。今天呢，还跟一些朋友啊表演了花式篮球，哦，还有一点舞蹈排舞的感觉。那这边也是很优秀哈，这个又有一点默剧，然后又是 popping， 然后又有一点舞蹈，很可爱。五位老师伤脑筋了，请选择右手边 music 的表演，还是左手边 B 组 street party， 请选择。随着比赛不断接近尾声，暂时淘汰区的选手们心情也越来越忐忑不安。究竟哪四组选手会在今天离开舞台？五位老师伤脑筋了，请选择右手边 music 的表演，还是左手边 B 组 street party， 请选择。4-1，没有意外的啊，朵琳哥还是跟人家不一样，真的是。哎，是怎么了？是我眼睛坏了还是怎么了？你们有商量好吗？没有，我们没有。刚刚我们就在想，其实心里想，其实这两组真的很难选。我觉得 Street Party， 因为我们对他期望有点过高，因为我觉得他可以更好，就是
原来他们跳舞的节奏也好，就其实看起来今天他们表演了一个很简单的东西，但是这边好像哎就有更多的排练。我觉得芭蕾舞的那个发挥可以有，对我来讲有点意犹未尽，好像浅尝即止，好像那个事儿好像刚刚到手，还没发烫，要结束了。而且你们的发展的格局跟以前我们看你许多作品来讲，你们今天反而比以前拘谨。没有以前那种随心所欲，让我们永远的下一秒是 surprise， 那个感觉比较少，那这一组表演对我来讲，反而格局非常，结构非常结实，格局比较大。它从一个无声的一个篮球世界，到达一个有形的世界，然后到达自己直接混在其中，那个层次渐进的事情蛮漂亮的，那个进行的结构很有说服力。我觉得今天的同学很不容易了，因为真的他们今天要拿出来的也不是他们的最厉害的那个武器，那要一些突破。那我就其他老师有看过你们之前的演出吗？那我是今天真的第一次。那今天有选了 Mousic， 因为我觉得他们那个真的整体让我有一个惊喜的感觉。那希望就是 Street Party 你们也可以继续在你们那方面继续努力。我觉得你们的技巧也不错，但就真的输在那个突破上面。对，谢谢何韵诗啊，虽然第一次来，但他真的都在多数的一方哈，反而是那位啊比较。你要这样讲，我还真觉得我被排挤，而且连第一次来的都排挤。你这叫有态度，你这叫做有立场，非常好，我们就欣赏你这样。好的，我们暂时先欢送一下十岁 party， 期待待会被救回来，好不好？谢谢谢谢，我们也恭喜直接晋级的是 Mousic， 恭喜。是同一个学校兄弟的厮杀了，爆小子当中的小眼睛今天要挑战爵士鼓，而且让他们的队友只用鼓声来跳舞。另外呢 ，ATC 呢则是要变成台客的 breaking， 一起来欢迎庄敬的第一组 ATC 的表演，加油，庄敬高举。Send the party, let's go. Beat the bass, send the party, let's go. 我能抚摸感觉能关爱我，别太沉默，我的动动够。你我开到我一有一 I want a kiss, you are my girl. Be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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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你没告诉我。就一路过关斩将的庄敬爆小子，当中有个不可或缺的灵魂人物。每一次我看到这个小眼睛跳舞，我会想跟着跳哎。庄敬爆小子团长小眼睛许宏斌，身为团长的阿斌，平时除了要带领团员练习之外，幽默风趣、个性随和的他，更是大家眼中的开心果。这次为了让爆小子更进一步，阿斌更是做出了一个重大的突破，希望能借此帮助全队一起过关。Yeah， 我们今天
所扮演的角色是台湾大兵。耶！我们今天突破就是有打正头的鼓，还有融合街式鼓跟跳框，所以今天一定会非常精彩。那我们拭目以待。耶！耶！是学弟组对不对 ？ATC 啦，啊，你是同一届？我跟他们同届。哦，那其他的呢？其他都是一二年级的，也有三年级的，也有三年级的哈。啊，这边呢是爆小子哈。好，五位老师胜选，刚刚两组都有一些突破。右手边 ATC， 左手边爆小子，五位老师只有让一组能够直接晋级，是谁？几乎是没有考虑的，哇！台客战胜了哦，我们这一组爆小子。啊，我觉得因为ATC 把蓝白托发挥到极致啊，就是来到台湾从来没有看到蓝白托有，哎，其实穿蓝白托还蛮难跳的，对不对？其实是有点难的，穿蓝白托的难度。啊，会滑，脚会扣不住，扣不住，对，但是他们表演到极致，除非是这样子，要装很强。好了，不用了，okay. 真的不用，脚真的不鼓励大家穿蓝白拖跳舞，对，其实是太危险，很危险的，对。那我觉得爆小子今天有点可惜，因为把自己藏在那个鼓后面，我觉得这个是。编排，因为你的表演
一定是会为对上加分的，但是你躲在鼓的后面是有点可惜。这个小眼睛这一组啊，你们选择比较难的，比较创新的，但是还是他们精彩，我觉得个个有戏，每一个都很贱，然后那个舞蹈看起来真让人开心，真的很棒。台客 breaking 也是另外一种突破啦，每一个都是主角。你没有说台客，我还以为他们在就是要为那个周星驰的那些电影 audition， 整个编排我觉得非常好，是你们自己编的吗？对啊，真的很厉害，每个角色性格都很像电影里面的角色，真的。而且我有被其中一个完全吸引了，就是我中间这位绿色后面那位，不是你啦，不是他，他哎你这样子他还演半天，你回来。出了，你是说他后面的对，后面对，他这两个软体跟小这两个很不起眼的，就是因为不起眼。哇，掌声鼓励一下，你看看，终于被看小龙出头了，终于被看出头了，他是泸州的，出头了，他现在单身。我跟你讲，他们两个其实站在那里就是非常的台，也对，就很到位。不用演，他们两个在。街上你真看不出他们是学校里的会跳舞的，对，来这么多次也第一次被点评到这样子，真的是。你不是手机的吗？开心吗？哎呦，在。其实他是很突出的，因为他是骨头最柔软。我记得他第一次来的时候，我们就被他吓到了。后来他就慢慢的把自己放在比较啊，就是对等的位置上。至于这位，我真的不太熟。你来过吗？你来过吗？没有没有，第一次来。第一次来啊，他就是完全像个路人，所以我才他们说想让他 solo 一下，因为他终于被但是我们这里面最强。哦，给你出来，给你出来，哎，快过，快过，是啊，老师随便给个音乐，来，中进高词 B boy 小龙，保持你刚刚那个感觉哦，拖鞋会背出来哦，大家把手举起来，嘿，嘿，哦耶。怎么有一点挫挫的？何韵诗，你是不是看错人啊？你确定戏他很好吗？而且我觉得，哎，他这个在舞厅跳舞，我们都会转身不理他。哎呦，天生天啊！其实他还没出大绝，超不想出。好，我们现在暂时的先欢送一下包小子，谢谢。好，暂时淘汰，有机会被救回来了哈。我们也恭喜直接晋级的是 ATC。进入评审讨论时间，在经过激烈的辩论后，究竟评审最后会救回谁？而哪四组选手会在今天离开呢？那在今天的二十队表演当中，有十组是暂时淘汰的。那在这十组暂时淘汰当中，我们要救回六组。好，我们先请何韵诗来说。来，何韵诗，请宣布你要救的是哪一组。好，我刚刚很想要选他，但他被我好像有选他，所以我现在救他，西小瓜。恭喜西小瓜！哇，今天是回复男儿身，差一点就离开了啊！期待你的表演，下次要用男生还是女生？女生，因为刚刚观众都说我男生好丑。快回去，不要生气，不要生气，要尊重观众的意见，卖兄弟啦！被救回来要开心。土丁哥，请问您要宣布的是救回谁？我真的怕你们输了太丢脸，不敢去上学，所以我要救的是庄敬爆小子。耶！所以庄敬还要继续 PK 下去，太精彩了！恭喜恭喜哈！下次要更加的细心跟努力，谢谢金老师。请问您要宣布的是救回哪一组？街头派对，我喜欢他们表演的时候，给我那种完全好像没有打草稿就脱稿演出的感觉，永远不知道下一拍是什么，放胆去做，你们会很专业。恭喜 Sweet Party 塔皮的组合，哇，哎呦，你看，现学现卖，马上就可以来一下，太优秀了。可丽姐，请宣布你们要救回的下一组。我觉得他的笑容让人家无法拒绝，我希望有一天他的表演也可以让人家无法拒绝。我选小白菜。恭喜一军，加油加油哈！哇，现在又绽放美丽的笑容。OK， 我们还有两个名额在今天可以被救回来进入十六强，大家观众再看一下，包括巴扎六，还有耀宗，还有。
给我们啦啦队的，还有小朋友四岁的艾伦以及摇滚的剑宇。请小燕姐宣布最后两个名额。刚刚我们一直都觉得他没有进入决赛是非常可惜的，就是黄耀宗。恭喜耀宗！你这什么表情？他现在是哭吗？还有一个，最后一个，小燕姐，请宣布。最后一个，其他没有被选上的，其实我们都要在掌声的鼓励他们啊，其实他们都很精彩，但是我们的名额只有六个，所以最后我们留下来的是八加六乐团。恭喜八加六大雄领军的八加六乐团，谢谢谢谢谢谢过去几个礼拜大家的付出，来八加六请到这边。好，我们要谢谢我们土狼啦啦队哈，还有信婷，还有建宇以及艾伦，很遗憾的走到这一步哈，但是真的已经很了不起了，对不对？一直自我挑战，请大家帮我们给他们用力的掌声，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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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谢谢谢谢，我们期待再相逢哈，我们也请小虾带着我们刚刚直接晋级的队伍以及刚刚被救回来的进场。恭喜你们！恭喜！谢谢谢谢，恭喜十六强！最后也要谢谢我们辛苦的五位评审老师，谢谢谢谢你们！专辑大卖，谢谢笃盈老师、金老师、可丽姐以及小燕姐。下周的总决赛也有不同的主题在等着他们，请继续支持百万大明星挑战一口气，加油！迈向一百万，又进一步。谁学会笑着感叹，谁学会假装乐观，谁让你认为一定要强悍，不能哭得像小孩，谁说过人生苦短，我们有泪不轻弹，我想答案是黄雅莹。